天空自爱念车手上来风为上位下仙大和尚各名总功德主黄龙俊和家如意功德主黄香俊和家江玉莹和家林景凤和家高国维和家张春兰和家护法功德主石文俊和家简清志和家廖林维英和家廖秋梅妹和家赖珍淑慧和家罗文墨和家圣公建设有限公司戴佑山和家徐献帝和家吴彦山和家李正志和家蒋志福和家谢金龙和家刘家发和家林玉吉和家顾振武和家刘国辉和家古明海和家彭丽兰和家马宪华和家修总慈悲道上三八金刚弟子愿送将万峰群高于北星中平和年前真相人真谁是相片诸都有胆子花蕊先天诸子庙高别三月是诸多中期皆天也是西灭凡因和庙因子言藏起是三命不离有情会相聚点金香满月能人安排满次成全学无学是身中天地平阳随着人间地妙出其间智慧或是幸福将灯光自地主神功德风为修身于此功德三生回向参加法会善心人人各人国家平安事顺利财源广进庇护神通本殿重建工程目前顺利工程顺安新冠病毒疫情乌俄战争早日消弭再一次回向参加法会善信等等各行人中历代祖先招募先贤盖中心个人有缘无缘堕胎堕运阴灵个人所居住地基祖先亲在主再次回向本次功德堂上各行人中历代祖先盖中心再回向本次重建工程中误杀误杀一众生本次界内一切山神、水神、树神、风神、龙神再次回向新冠病毒疫情、乌俄战争之罹难等众善处世中之间有得如此空之人并不厌世顺根本因有如康博学士诸烦恼不障四日龙壮有诸此六必爱何时不谋数真实的去乐如此学也是安得心意先见是否是言而君不如神父母龙根皆都是人是愿经功臣菩提自过行者以闻忏悔神梦书里人不在高尊重共修神刀里呀。